石硖尾村已完成重建，今日为大家介绍石硖尾村的新成员：尾希楼、尾柏楼、尾昌楼以及尾葵楼。石硖尾村的尾希楼和尾柏楼于2019年12月落成，各栋楼宇高33层，合共提供1056个租住公屋单位。尾希楼和尾柏楼设有3层公共平台，3楼平台提供各类康乐设施，包括羽毛球场、儿童游乐场、长者健身设施，供居民使用。地下及一楼合共提供12个商铺、1个街市商铺及11个街市档位，为居民提供日常所需。另外，二楼设有一条有盖行人天桥，通往石硖尾村第二期，便利居民生活出行。石硖尾村的尾昌楼以及尾葵楼就在2019年初落成。尾昌楼楼高13层，提供247个公屋单位；尾葵楼楼高12层，提供240个公屋单位。公共设施包括社区服务中心、儿童游乐区和长者健身区，并设有商铺和休憩地方。